哎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Big Family， 今天要来做什么？等下你就知道。Let's go。Let's go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Big Family。平时呢，我们每天是吃白斩鸡，这次我们来吃烧鸡。哎，今天的档口的生意很不错啊，因为我们吃叉烧肉完了，所以剩下烧鸡。啊，我们这里有什么？叉烧烧肉、烧鸡、烧鸡，还是叉烧烧肉完了，剩下烧鸡。然后还有长半折啊，或者半折。嗯，可以看一下。这边是在靠近哪里啊？这边靠近 NSK 啦。嗯。他的生意每次很好啦，吃饭时间啊都是卖到七七八八的、啊。这边我们今天来介绍，因为这边是比较少游客啊，观光来，这边都是本地人吃的、啊，都是做工的人吃来吃。比较好认的地方可以讲那个华山宫啦，给我放一个照片出来呀、啊。靠近华山宫对面那边，哎，听说这个老板他讲他有蛮多间分行啦、啊，走，我们再来试测，来，来，我们来给你看一下样子，来，过来一点。来啊，好。OK， 来。你有没有讲今天是关林蛋呢？今天我们面试在啊。完蛋哦！回去抢木鱼先，我们。回去抢木鱼啊！啊，先来试试。一吃就可以吃到那麻油的味道，很香啊，麻油味。它的鸡煮到很嫩啊。嗯，很入味。然后我是听他们讲，他的饭很香啊，很有那个，他的饭呢就不会咸，他就带有那个淡淡的那个香茅味。喝一点它的汁啊，看它的汁是甜。啊，来，还有它的辣椒，来吃它的辣椒。哎，大家可以看，这就是它的辣椒啦，可以修一下。现在你们就看它档口，不是我先的，你看它档口卖到完了。哎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啊，他的档口卖到完了，他这边是做比较多啊 ，local people 啦，哦，他就没有什么做 tourism 的，然后他的价钱也是很公道啊，他价钱不会很高，如果是讲你在马来西亚吃的话，价钱会比较高。那价钱表我可以放在这里啊，这里，然后他如果你们要约定什么的时候，你们可以来跟他约定啊。等下我们也是会把我们放电话号码。哎，你想要串一下辣椒，不要串。啊，对。嗯，它的辣椒酸酸辣辣。对，它的辣椒没有很重那种我们讲味精的味道啦。嗯。有感觉到是猪那个什么？是猪油，是鸡油。啊，不要乱讲，它辣的这里。对，可是它辣椒比较辣一点的、啊，喜欢吃的辣的就可以了。我觉得辣椒好吃啦，这个。嗯。那今天他的生意太好了，他的叉烧烧肉完了，所以我们就吃他的鸡。然后他就介绍我们啊，现在去他的另外一间分行啊。啊，我们有时间，我们等一下抽空，我们追过去再拍给你们看。对，他那个是晚上，在 M2 那个 Hawker Center 很不错哦，他有很多很多很多个档口，可以讲是马六甲。Top five 不错的那个 Hawker Center。M2 老板看到哦，要联络我们，可以联络这号码。Hawker Center 的花叫什么？小贩中心。啊，它的是大的，很大。嗯。哦。哎，好，现在我们要吃饭了。OK， 我们等一下访问老板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老板啊，老板。啊。我要吃鸡饭一个。你要什么？鸡头、鸡尾，剩下鸡头，鸡胸没有啊，剩下鸡头罢了。鸡头啊！喂喂，你拿什么鸡？你拿什么鸡？啊！人家鸡都在叫，你拿这个鸡、啊？剩下这个鸡罢了，没有了。真的鸡啊！啊！不要了，不要了！啊！我走了，拜拜。